你早上是不是来过我们家？啊，可是你们好像没有人在家。找我们有事吗？我是想问，黄少轩回来了吗？你是少轩的朋友吗？算是吧。他后天才回来，你后天再来找他好了。 少轩，我们不能再等了啦，会赶不上飞机的，走了好不好？你有跟黄一峰说我们是12点的飞机吗？有啊，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嘞。再等一下嘛。Miss Wang, we are going to the airport. 少轩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
导盲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吗？对哦，我都忘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久没有看到 Miko， 太想他了。妈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较想 Miko， 都不想我们呢？怎么可能？我当然想我两个宝贝女儿啊。怎么样，表演成不成功？姐姐他们表演的超好的，而且得到很多的掌声哦。真的吗？不会啊，我倒觉得少轩跟 Miko 啊得到比较多的掌声。对了，黄一峰好吗？你们聚了多久？没有啊，其实我早就习惯了，他从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每次说要回来看我，时候到人也看不到，不是机场关闭，就又临时接一个什么 case 跑去别的地方。这一次我人都跟他已经在同一个国家，他还有什么理由啊？说要来送我上飞机，结果嘞，还不是放我鸽子。 Miko go。好像是少轩的朋友，少轩上飞机那天他有来家里找他。哎，他前年也来我们家找过少轩。是吗？你们在说谁啊？我们在说石原啊，他在秋千那里啊。少轩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？你爸爸告诉我的。不过，他没有跟我说几点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了一整天。你装可怜啊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吗？少轩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刚失明的时候，常常怕人家跟我说你看不见啊，或者是我想知道别人在看什么，去问他们，他们却回我一句你又看不见。我好害怕被否定、被排挤，可是这种事情我不可能去跟别人讲。虽然我看不见，可是我记得所有的事情，因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看不见的。而你是我记忆中很重要的那一部分。如今少轩，你听我解释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是怕我缠着你拖累你吗？还是你觉得有我这朋友很丢脸？不是，都不是啊。少轩，我知道，就算我说一百个对不起也没有用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虽然这个对不起已经晚了两年了。两年？当初我害你被车撞到，弄瞎了眼睛，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，可是我知道，就算我说了，也挽不回你失去的东西，反而让我更没有勇气说出口。你说，是你害我被车撞的？那天，要不是我约你出来的话，你根本就不会发生车祸啊。原来你觉得，是你害我失明的？对不起，
真好玩。我妈她以为是没有买新的直排轮鞋给我害的，你以为我是要去找你害的？怎么大家都把这个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？自己的人生不是该由自己负责吗？我曾经怨天尤人的想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失明的人会是我？可是后来想想，不是我是谁，总要有一个人倒霉的，对不对？在我刚失明的时候，我曾经绝望的想要自杀。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不会再有人爱我了。可是后来有了 Miko， 因为 Miko 对我的爱，让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去爱别人。可是你竟然在这种时候跟我开一个这么恶劣的玩笑，让我再一次爱上你。我不是要跟你开玩笑，我是怕你拒绝我。拒绝？我怕你跟当年一样，不肯见我，甚至躲我。所以一开始我不敢表明我自己的身份，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上瘾了。上瘾？因为跟一个眼睛看不见自己的人说话是会紧张的。我找不到你视线的焦点，不知道我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有时候会不知道该怎么说下一句话。可是我发现当我用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可以很轻松地和你说下去，因为那个人不是我，我只是在帮那个人跟你说话，也就不会怕你是怎么想的了。把自己当成别人跟你相处，我就变得很自在。如果你觉得不自在，你为什么不干脆离开我呢？你不是早就应该要去美国了吗？我根本就离不开啊，我把心全都放在你身上，为了你，我只好放我爸妈鸽子。现在禽流感这么严重，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放人家鸽子啊？而且，我最讨厌放人家鸽子的人喽。可是你也放我鸽子啊！说好我们要一起带明鲁去海边的，你却一声不响就跑到澳洲去了。你知道当你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以为噩梦又要重演了。你知道当思雅还没有找到你的时候，我的手一直在发抖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想要继续当石头，还是当回你的石？不管当谁，我都只想继续守护在你身边。我存在的目的，好像眼睛，明亮你破碎的心。在这里，守护黑暗里勇敢的你。一辈子我都愿意，就算你还愿意跟我一起带明鲁去海边吗？
当然啊，我早就答应你我要带他去的。没想到有个男孩对我女儿这么痴情。当年在医院门口啊，少军还不让我停车呢，还叫那个男孩子啊跑到气都喘不过来。当时大家心情都这么乱，怎么会想到那么多呢？只是这么多年了，这男孩居然没有放弃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都没有放弃过啊。Miko 好像有点胀气，有没有带他去看过丽宾？我只是觉得他尿尿的量变得比较少，所以我已经去问过杨医师，他说可能是澳洲那边的气候比较干，所以水分不够，过两天就会没事的。应该不会有问题的，你看 Miko 还活蹦乱跳的。吴一哥哥，我想要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哎，什么事？你说。如果我想要工作，你知道我可以从哪里开始去应征吗？要找工作？嗯，打工也可以。怎么会突然想要打工？你不是在准备身心障碍的甄试吗？我想存钱出国念书。国外对视障朋友的照顾是比较周到，如果能出国念书当然是最好的。不过国内的大学有很多成功的案例，就我所知，最近就有两个视障朋友顺利的考上律师。是啊，不过有梦就要去追逐，我会帮你留意可能的工作机会。嗯，谢谢。你出去想要念什么？我想要念音乐。